今天是农历12月30日，大年除夕。年货大集上，商品琳琅满目，说价格也特别实惠。我们带着孩子也过来赶集，这非常热闹，很有年味。湖北省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69例，武汉新增62例，死亡8例。自2020年1月23号10点起，全市城市公交、地铁、轮渡、长途客运暂停运营。无特殊原因，市民不要离开武汉。武汉被封城了，在凌晨2点钟发布的消息。昨天半夜1点钟，我接到了领导打了一个电话，然后派我去武汉前方报道，明天就要出发。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，做好自己的工作。因为封城第7天，久违的阳光出现在我们的城市上空。现在整个完全，精神完全不一样了，看到吗？新年快乐！武汉加油，共度难关！武汉加油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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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最想不睫毛，我先去看我女朋友。结束以后呢，我要做啥呢？我要出去白相，我要到海南去白相，我要到沙滩去白相，我要到天南海北去白相。我最想和哥几个涮炖肉。我真想回武汉吃了个面。Quand l'épidémie se terminera, j'irai manger un bon restaurant japonais。疫情结束后，我最想上班。今回の奇妙な後、武漢大学に桜を。我最想不用戴口罩出街，跟朋友吃饭见面，希望这一天快点来临，武汉加油。